Das am Ende meinen geht da.马站长，那给他怎么走了？满站的我呢，站的大娘啦，原住民族电视台咖喱，跟那个那不等了，新闻说俺那么个呀，把你跟那把娘呢，娘了那那马下，新闻调查把那来，木乌噜噜给他不会说，而且那高雄市桃园区复兴里庙2012在那呢，没说，我那611在那么等那不那路，没说，一多木路说，那一说娘嘎嘎，该娘怎么个事？说是给您的意思，祖祖龙安的你爸母子，一嘛第二拜在国培马给内，没说高雄分院二审多么多堵路，没关系。说是给您的意思，国家的爸母子，一嘛那么那跟你第二买一万多个米税，那个改年早祖祖龙干呢，说没当上了，一嘛上诉完的，马没啥。最高法院乌那组无了判决，马该你阿格拉那那组喇嘛个怎么走了？给他不会说西蒙一些。灭了脑组在那那不会说高雄桃园复兴里611水灾国赔案，马咪啥乌那组无了咖喱，而且那一审判高雄水利局、水保局、台南分局点马巴组万多股588万，那个而且那二审灭了格拉那那。高雄高分院嘛，个是国家的八母子，伊嘛干了点八准。那个马咪沙最高法院乌那组判决嘛了比比另个，嘛个是611大水干了打不论阿不咋。高雄水利局多么多堵路那高坝，点不来人说安尼位一说，伊嘛念了打第二说不那路。嘛到水保局台南分局，不会说弄弄拉库斯高嘛的嘛弄个嘛里比一念，伊嘛。不用拿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审一样管理如果有瑕疵的话，事实上就是要负过失的国家赔偿责任。那如果法院肯认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如同之前的第二审一样，会主张除了财损的部分，被告机关也应该要就族人的精神损害支付这个精神慰抚金。这边变成河床了嘛，所以除了家没有，那自己的建地也没有，然后生活上跟部落之间联络的感情也完全脱节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变成在自己的农地新建自立造屋的农舍。不会说一些高雄水利局马盖西最高法院不会说611水灾国赔案当那咖喱。在马里达路最高法院高雄分院的博格林湾里，在马格恩啊，多么多多路那法院。我们跟他们就会都会跟高等法院跟审之后，法院传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再跟依据事实、依据我们的经验、依据我们当下的那一个，我们会来再看跟法庭说明啊。阿不作为判决依据，你那个拉娜娜，那个诺更审达不了把上诉。那个原来611水灾，该一年早，阿家做大拿沙，阿家做无奈，因妈咪做五六八十五毛嘛，加大大拿沙，阿拉得个呢，嘛是了路，我哩当那不拉过，把子不弄我哩，阿爸在后来做医生，做猪肉面了闹，干么子嘛哩比比呢，到了模仿我哩，做猪肉公平正义给胜，把你多么多多路咖喱。